哇！哦，战斗陀螺。外面没有地方买 DIY， 就像阿公基本样子呀。没有了。啊，没有，没有，直接来我家里。这是我们在石墙宅内，然后的 DIY。啊，这个刚刚是这样。战斗陀螺 DIY。对。我们家的可以这么做。拉拉。这是你们教我的，我也没有这样做，那是别人他们教我的。哦，哦，更大声！是不是？那两样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模式很简单，我要把纸板切开了以后，这个孔子我把它削一削。那前面跟最后这两片，你们自己要来理，因为刀子我不让你们动。哦，所以我那边有切割室啊，有那个手工室之类的，那你们来负责把它理。还有啊。阿嬷供卡生对不对？阿嬷供卡生。这个你们家啊，以前这个是阿嬷哦。台风的时候，雨伞伊咧，现在拢无啊。无啊，迄无伊款。啊，现在注意气伞开始要动工啊，恁食酒咸的就有啊嘛。小朋友来哦，伊俩不下去玩的时候，你让他弄。刚才有去玩。会转圈圈，自己组合哈。还有一种竹笛，我没有拿过来，就是抓手猎用的。前两只竹子，你就可以去抓那只小鸟。很多好玩的啊！啊，我今天说我退休了以后干什么？只要看小朋友笑，小朋友一笑我就高兴，我就开心了。所以你们常常看他电视上什么一波一卡音啦、喳喳啦啊，年代的印象啦，然后那个美后有烟。跟那个不太差不多，都来过这个地方。啊，你们今天跟农委来了，不要到山上来取材，我不能教你们很多哈。啊，以后你们要的话，因为时间上不够。啊，点点这个是手工皂，我要教你们的哈。啊，这个是没有用的。我下次再。石墙宅内的好玩的，现在来玩手工香皂，这边都给吸哦。上课时间。在农会，六十一年开始在农会，然后最后当上总干事六天，然后三年前我退休一下。他离开农会就没有离开农会。我一直在想哦，我在55岁的时候，我要考去政治大学哦，去修那个生物技术。啊，那一般是硕士学位班，结果有一半以上是。为什么？因为农委会自己公费办，啊，农委会他们是高考，他们占了一半，啊，其他我们外面农会其实只有五个人去。啊，我就是说生物跟农场的关系，我是要学这个，因为我现在回来就是一棵树木头，我就把它变成产品，一只竹子它能有害，我就把它变成产品，啊，放在农场。成功啊！现在天天就回去国外看，他就乖了，踩高跷跑出来，哦，花花草草，哦，肝功肠病毒你们最怕的，肠病毒最好用的是什么？祖先给我们智慧真相，操猪操你的，那操操操，我老一做手工造炉啊，哦，啊，这个就是他的，会包括有樱花灰、油花灰、橄榄灰，这都是很香的哦，你们都把它挑战掉了。那，啊，我怎么办？我就是要把它萃取，萃取虽然很香哦，特别我最近的肉桂萃取的很好，啊，肉桂它是中药材嘛，因为它有很多用途，对不对？啊，啊，挂挂靠长的，主要是烘菜导入的白茶，它对外度精油啊，啊，然后水桃的、水晶菇的、嫩枝的，啊，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？因为你有。萃取自然材料出来以后，你就可以等等我教你们怎么去造化，啊，造化以后就是你们的产品。所以整个农友退休下来都，只要他们有兴趣，阿爸就来个考了就，啊，再去退休一下又，
啊，所以各位肯定嘛，卖你们就不会干了。我嘛唔知我爱做中干事，我嘛唔知我爱做大局。啊，我就爱买这个草地，你知啦？啊，买这个草地买买负责边啦，一开啊，就我就无钱就甲农民做，我这必须要上班去嘛。啊，甲农民做，我就交交保险金。啊，叫你讲，啊，就要交利息。啊，我来跨区的时阵就，啊，就较袂买负债法哩做啊。所以我就讲，定金偌济，啊，退休金偌济，无甲买保险。买保险呐，像知影我爱种种个，一时就短管。短管哦，足麻烦的，百分之十五的利率哦。啊，五年存活率等于零。啊，我这农民吃头路的时阵，你就做好准备，哦。啊，结果，我的恶性肿瘤就是八年。啊，今晚去家己去报道，我就买个仓库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等我不满意啊，所以我就讲啊，重大疾病就要破病保费，破病保费就是要期间你别死在个病啊，同领退休金啊，啊，今晚个同样不一样。今晚这个土地哦，我要跟文化局来讲，说我要让他做古迹。他说古迹干什么？我买的土地又可以变成古迹，古迹以后又可以容积鱼藻，啊，我就不吃亏了嘛。而且招的乖乖，讨的乖乖，那我就可以别再猛了。假的话变探级了，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是搞这些东西，我就会慢慢处理了就。所以老师在其中意外了，其中在木萃取。所以我建议哈，对于手工皂以外，还会叫你用的萃取液，就是 Hinoki 快木头萃取。Hinoki 就要漂流木的，对不对？咬碎了以后，在那一部机械里面萃取，萃取之后就产生精油跟露。啊，今天我每个人会给你们一罐露，露是干什么？它有分多精、除臭啊、保湿、驱虫都可以用。啊，就你敢去切粉的噻，它在那里扎多这样子。啊，其他鱼啊、鱼啊、鱼就不一样，哎，我们家都做好，因为肯定很少人去做鱼啊。啊，所以产生出来就可以做很多东西。像这些草花茄，农业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讲说草花茄，草花茄它当刺卡嘛，啊刺卡刺卡草嘛，对吧？啊，就像这些你两个外靠位，你有人家会想拍家，啊嘛会再会想拍家，因为做的方法就是不一样，跟人家做的跟我老婆做的不一样嘛。基本上起名你是用刺卡茄的，啊我普通人家人茄啦，我都叫 DIY， 我可以做茄啊。那人茄要茄，跟你老婆做不一样的，我还可以放心，那不一样。我老婆今晚做粿是了，还冷层贴上，啊，酒啊贴了，微阿粿，跟那冷层来切，切了不叫我一样大炸嘛，休息下炸都好破。哎，这边哦，今天用十三个五毛，啊，那姐姐开就一在家，口味就是不一样。啊，哪挂的？你哪 DIY？ 我你做啊，上个冷层，冷层讲，那是推着去冷层转的，就是有这种差别啊，就是有这种差别的地方啊。所以我头先讲，为什么一份一到七碗够好呢？他在阿妈的计生啊，拢平到去做，所以咱两个阿妈做咩哦？哎，毒那开开哦，伊就啥，擦完的皮，我来平到去的皮，毒啊、皮啊、粉啊，哎，拢阿妈的计生。啊，起码是慢慢备忘的，所以我呢，从前阿妈的家乡就是这个样子啊。而且擦完计扛起来，会做提醒。易照，他在那边做啊，因为咱讲手工皂讲是容易做，哦，所以我就会好教恁做易照。所以它肯定得沙拉油变成可以用的东西哈，你看在没做，怕这个像这样的哈。手工皂啊，今天我们没有做这个手工皂啊，手工皂我是用，人家头先你讲是讲，同光啊加竹子个，它同源的这哈。哎，头先我是跟你泡人家是遥想它地理哈，遥想它地理的对了啊。加四皂等于一皂哈，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是讲这些东西我有在做。啊，跟你们说明生物萃取，跟我去学的，然后让你们去验说说那些产品就是我手上做的，所以不只能够去看，杜华林的对，阿兰这样开始要动手，哈、哦，做那点手工皂哈、哦，做那手工艺皂的对吗？今天要做手工艺皂。今天我们看我们的讲义啊。我们的讲义因为我们人比较多了哈，啊人比较多的话，我找不出一家讲义哦。油啦，这是油。前面两张沙拉油、哦、我有写，啊后面八张我是空白的啊、哦。上面这个什么沙拉油2000克，沙拉油1000克，那个都已经印好了。现在我没写的部分是沙拉油2000克，就是工作记录表。
光照记忆表第一格是日期，第二格是油重，第三格水重，第四格碱重，然后第五格时间、色别、精油和摘要，有有的无写到遐吼，一块桌仔就有两张我写好的，啊，剩的就是无写到光照记录啊，拜托各位听一下，制造日期把它写11月3号啊。油重那天桌仔顶我传的是500克的油啊，500公克的油。然后水重是284啊，284的桌仔顶一包顶买一包自己的丢啊。碱重就是钾，氢氧化钾哈，95克，95克。氢氧化钾。时间啊，差不多两点钟，手火灶是差不多啊半点钟啊。啊，你即款你拍时无啥，因为是用个拍火机来开了，自己转的对吧？啊，你若拍个轻个重，啊，重你较早用来就较转，反正即款就炸辣油物件不会坏掉啊。啊，你过两天哦，过两礼拜你啊，家己该用就用就对啊。但是要保温啊，啊那个精油用石墨。啊，然后摘要里面写个保温24小时啊，把它保温的掉。保温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把各位手上桌子上面的东西，我早都要提一包是罐啦，啊，啊一包是鼎啊，啊一个瓦斯台，甲一个灶壶就对，哈。灶壶。啊，跟各位报告的就是说。我氢氧化钾还没给各位，因为氢氧化钾跟水的时候会产生高温，所以氢氧化钾我还没有给各位就对了。现在我们等于说把桌子上面锅子里面的东西有两包，一包白色的是水284克，把白色的水倒在这个杯子里面啊，然后把黑色的油就是沙拉油，那是纯的沙拉油，只是使用过的而已，把沙拉油倒在这个锅子里面，铁锅子里面来，把水倒进这里，看看这个沙拉油怎么会变成你们要用的用品呢？等一下，把沙拉油丢这里，等一下，水到这里，油到这里，对，等一下。对，老师，水到这里，油到这里，好，来麻烦。好，这个白色倒在这边，这个倒在这边呢。这是食用过的油。好，锅子里面倒油，就是那个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个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早上用可以睡一点。啊，那个倒水啊。把那个挤下，不然它那个比例又不够。倒水啊，对的啊。啊。好，这个不，这个水到家这边倒这边呐、啊。好，垃圾袋在那边。好，那个不是啊，那个你拿。啊，这个油出来了，出来这边。好，你赶快走。垃圾袋在那边，有这个你可以擦啊。那个倒在那边嘛、啊，好，我看到了啊。这是食用过的油。啊，这倒好了啊。这是煮菜过的菜，然后现在就是煮菜过的油，那个油耗味，油哈、啊，煮过的锈钢锅摆在瓦斯炉上面，黑油啊。锈钢锅摆在瓦斯炉上面，就是那个你平常有炸东西之后剩下来的油，然后放在瓦斯炉上面，然后还有水。大家可以传抄这个比例，这边，然后再传回来。大家不是每人刚刚都有发笔吗？刚刚每个人都有发笔啊，传过去抄一下笔。把它加热，把它加热。精油，就放进去而已。没有，要打开的吗？还没。还没有。打开。打开。还没了。已经，可是大家都陆陆续续开始。没有说要开啊。可是已经先开了、啊，因为等一下还是要开。来把那个不锈钢锅摆在瓦斯炉上面啊，然后把瓦斯打开，把温度控制在75度啊，所以给你们温度计到75度的时候把它关掉、啊。哇，好专业哦！75度的时候把它关掉啊。等一下会发来的。把它关掉啊。这边。好，75度的时候把它关掉来。还有温度计吗？好。
好，后面的打开没关系啊。啊，太太，我再去量温度，温度一直不够。好，75度。好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温度计还在量温度啊？你要看温度啊？30。哎，温度计啊，要去量它的温度啊，记住了。他说等于温度计不够，等一下会。要开啊。他帮我们量。记住了。都被英超的。好的，没关系。温度70度，真没写单了。温度70度。这里。哪里？他没有写啊。这里。好，可以了，关掉。关掉，把温度计拿过来。怎么写？就不写。这里就。好，来量温度，来，好，那是拿去拿给我量。对，72，75关掉啊！大哥给你顾。来量温度啊！量温度，来，没有火嘞，火突然掉。记住。等等，帮我对。70，58度，还不够。他这个瓦斯。没有瓦斯。还不到60度。75度。没有啊，有五八四。75度。几度？60度。70度，没有瓦斯。没有。好，温度到75度了啊。然后第二个它是比较注意的哈，因为强碱跟强酸哈，你们都知道碰到皮肤不好受，但是真的会碰到皮肤啊，机会很少，除了你故意挤来挤去，要不然不可能啊。有小朋友的地方特别小心啊。75度要关哦。水的部分倒在盆子里面啊，泡开来电啊。我现在给各位是氢氧化钾啊。氢氧化钾是做手工皂，氢氧化钾是做衣皂，就对了啊。所以每个人95克，我现在给你们啊。打开以后就直接把它倒到那个水桶里面，倒到铁锅里面。铁锅的水桶。水桶。所以是那个白色的。那个水桶。直接倒白色的水桶，慢慢倒，不要慢慢倒，因为它会有温度，要慢慢倒哦，慢慢倒，它会生热哦。好，来一个一包有了哈，慢慢的把它倒进去，慢慢倒会生热。把它倒进去，这是什么配水？氢氧化钠，氢氧化钾。温度出来哦，把它搅拌一下，让它溶解哈、哦，味道不太好闻，对不对？我们的那个来哈，温度计，让它来溶解哈，来搅拌一下，打开哈，哇，真的，全部都进去，冒烟了，冷水冒烟，来小心啊，稍微坐一下，比较小心。溶解了以后，就把水加在锅子里面来搅拌。水加到锅子、
水加上水，加进去来搅拌。没有，这不要，等一下，那个就可以了。是这个吗？在这里。等一下，这个加这个。没有，等一下。有，把它加上油，我要关掉。然后呢，这个肉菜。对，要慢慢搅，对，好，害怕。时间呢？最少要一个钟。大哥好厉害。照差不多半个钟头，这个差不多要一个钟头，所以习惯上要做日照，一定要有一个电动器。已经格格啊！你把它打开，就做你的事嘛。要搅一个小时，现在开始算时间。等等，算一下时间，一个小时要搅一个小时。他说假的味道不带了，把窗户稍微打开一下啊，让他进来一下啊。有没有越来越稠？我们把它拿下来好不好？比较稳。哦，放在瓦斯炉上面比较稳。那外景那个都，你们怎么打都没？桌子把它转一下。外景，今晚你进来跑，人家跑跑，我被同学引来个人就把跑外景。他们那边两个人。造机，等一下。这个还没有加。对，还没。打到最后的时候，它会像这样硬起来，像三瓦的一样。像那个已经硬起来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个时候呢，打过来其实有没考好，你都不愿意打到。他说打15分钟以后，对不对？你们会看他的地慢慢会不一样的变化。他到最后一个是凝结起来。哦，他说我回家我就怕转回去，我打多少放电，还会做一兆转过去。大哥，我试试看。啊，你也可能现在。啊，现在看到了，转回去要我修。就是。对，试试看，大家试试看。你们试试看那个稠度是什么，就没有像沙拉油那么油。不要过去他们那边，小朋友太小。对。顺时间，都顺时针。分钟以后还要机器帮我们打。可以打下来。只要一个人轮流5分钟嘛。好，对他们感觉一下那个手感呢。他说给你们10分钟体验的。我是你拿下来比较不错。大哥转的时候一定要顺时钟吗？不一定，都可以，就是要搅拌而已。好。那你对它越好，当然越高手。那这个水，因为习惯上，我为什么叫你用沙拉油打？因为沙拉油太以为浪费啊，事实它沙拉油的东西啊，第二泡泡也很浪费。那这个手工皂，你不听他讲，他就这个就。这水是干嘛的？这不晓得你们谁拿的，就不用。到谁家来的？我想说总会多那个水。没有关系的，这个水。对，那不用，它是多来的。先剪，不要喷住啊！那个像现在是强剪。对，它那是强剪。这个是全部是火加。我都没闻到香味。还没，因为它等一下帮我们，帮用机器打。他们有花香的味道。对啊，可以加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油是草油，他们的油可能是比较香的油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如果有差异。对啊，说那边有其他香的味道，然后这个有可能是比较臭，一样的，还是这才是重头戏？哎，这个是我刚才讲的说那个萃取一样，哦，怪不得，对，有写说保湿除虫，快木萃取啊，快木的，快木精油啊，保湿那个东西，那个万祥粉，你应该用比较生物一点的，水吧，比较好，哎，是不是很棒啊？而且可以防虫。防虫那样，高压那个砖也冰爽。还可以保湿。问一下。啊，好香哦，好像到了那个什么，山林溪树木的味道。对，从哪里过来？他刚喷的那个送我们的那个快木萃取液，还没有。哦，还没有，不然还没。快木可以再做好之后倒进去吗？这样就。
香味。他等一下帮我们加，那个是特别送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喷，比如说那个脚臭啦，或者是家里一些。这个做好的时候可以自己再加香气。对，比如说放什么橘子的那个橘子花香，或什么一些香味，或者是迷迭香或什么之类的。这样就好了。对啊，就最主要是我们家里都常会炸东西的那个油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现在教你把它变成那个。也可以，其实更建议如果给宝宝用啊，或者是说异位性皮肤炎的人，你可以用一些好一点的棕榈油去做，会更好。哎，大哥，那这个什么时候用呢？这给我们看的。这个结束我就要用，因为今天整套你们都要做啊、嗯。虽然你们没有达到最后的过程，但是要把整个经过都讲，因为最后是这样嘛。啊、哦，最后是长这样啊！摆在两个钟，两个礼拜以后，你们就要拿出来稀释，就是要用。啊，两个礼拜以后就可以，我们弄好，两个礼拜变这样。啊啊啊！样板这样的了。哦，这样。样板是成品啊。把它做好，放着风干两个礼拜变这样。啊，所以这两个礼拜以前能帮我们做的。对啊，这个是那扣你跟豆的模子，哎，刚刚我爹也跟他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对吧？模型啊。啊，等一下他让我们带回去，装在这里带回去，是不是？哦。这个放进去放水，这个车。带着回去啊，这空。不会脏。哦，它变成沐浴乳那种嘛，对，洗手乳变成乳的啦，不是那种。他说刚刚有说易皂，油饭，反正就是这样装粉，所以他给你们那个、啊，对，太厉害了，他才不进去的。打好了之后变成这样。打好比刚才的啊，我是两个小时。所以他的力气就是。他要把它摆两个圈，二十四个圈。是这样搅拌呢、啊，到时候。搅两个小时啊，你去搅啦。没有，等一下会给机器啊，这给大哥做实验。然后两个星期就会变这样。好，就先这样子喽。